是沈世华。从专业的演员到戏剧的制作人，我深深知道一出好的戏剧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好的剧本。我觉得台湾的电影工业其实应该好好的想一下，怎么样把编剧这一环让它更强，然后培养更多的人才。所以编剧很重要，也欢迎对于电影创作、对于讲故事有兴趣的人一起来加入这个行业。